怖，我们去看一下龙窟。好，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偷个龙蛋先，好不好？那这边一打整群飞龙来 ，Oh my gosh， 太多了啦！你是在？这实在是母汤啊！回去的路在哪里啊？你看，不行啊！哇！我们需要自然生态的平衡啊，赶快多颁发一些委托给魔物猎人啊，叫他去讨伐这些龙好不好？生态平衡已经耗竭了，这些龙太多了，需要取得之间的平衡。而且那个，这可以咬吗？哇！快跑！这太扯了啊！这边的飞龙数量也太多了吧？太夸张了啦！太夸张了，算了，我们不要去这里了。那个煤炭区那边的火龙窟好像也有蛋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又是一个龙窟。你这样子叫我怎么偷龙蛋啊？这没办法偷啦，他们已经繁殖过剩了，这不太行。重点是他们繁殖过剩到还卡住，有没有？看见了没有？我靠，刀那么痛啊，我的血！屁啦！哈哈哈哈！屁啦！Nolo Life 呢是个手机直播平台哦 ，Google Play 跟苹果上面都可以下载啊。手机搜寻 Nolo Life 下载以及注册啊，就可以进行观看了。那如果要找到我的话呢，在这个平台上面输入 ID 82466644啊，你们就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右边这边有一个看起来非常给拜的照片，没有错，那个就是我。好，啊那边有一个追随，大力的给他按下去就对了啊，死命的给按下去，可是只要按一下就好了，拜托，不要按两下，不然会取消追踪。哦，拜托了，关怀老头，好不好？老头弱势，关怀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 Nono Life 不见不散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天啊，你们颗核弹之类，把它丢下去好不好？我突然已经打消偷龙蛋的念头了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没有飞龙没差，好不好？机动性又不是说很高。哇！我靠！哇！咻！为什么我突然停下来了？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你知道吗？我有点想要把他们整群都拖走。我决定了。啊！为什么有龙在里面死掉了？我靠！为什么这边一整群龙死掉了？被热死？怎么可能？哇 ！Oh my gosh！ 来拖，快点，拖一整群！我要用俯冲之力把他们冲死，看有没有办法。我记得施救兽的俯冲之力很强的。我靠，你老师！哇，这个太恐怖啦 ！Oh my god！哇，快要没体力了！往上！有没有俯冲之力？有没有？哇！干！是不是很强？都小看我，拜托！林北只是不想拿出最基本的实力好吗？妈，认真殴打敲下去，让你变成一堆肉干！哎呦，其实乍看这好恶心哦！真的变一整群肉干呢！那俯冲之力敲死你啊！真的变成肉干了，这可以拿多少肉啊？我很好奇耶。7091个优质生肉，嘿，好爽啊！有，啊！
有没有要吃？有没有要吃卤肉饭的啊？飞龙肉拌饭好吃。